所以我们回头来看，现在选股方向，现在的抄底方向是不是跟之前要不同呢？之前最强势，比如说光学啦、网通，哦，这是之前强势股。问题是，这个时候抄底，这些已经涨多的股票还能做多吗？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个股是在盘中创新高之后拉回，而且拉出了长黑 K 棒。好的，其实在今天创高之后拉回，这个是必然的结果。昨天晚上的八点半，很多人都在盯 CPI， 但是真的懂的人，他是在盯小纳斯达克指数，一几分钟，只靠十二万，超过十二万吼，只靠十二万哦，只靠个超过十二万，在 CME Group 还得把机会吼。所以今天开高走低，那个是必然的结果，因为大家拢没来我看买。但是他之前都涨很多，比如说像这个讯州涨很多，在今天是十字 K 棒，建汉哇，大盘在跌，他没有跌嘛，但今天是长黑 K 棒，智也是。短波段拉了很高之后出现长黑 K 棒，这是不是警讯呢？是不是给咱讲赶紧走啊？今嘛算来股票唔通算这种的，敢是安尼吗？没有错，如果你是看的是日 K 棒，当然记得一个心脏七上八下的吼。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各位，日线用来进场用的，但是你在看趋势的时候，拜托先看一下周 K 棒。哦，跨周 K 棒，对，看周 K 棒，来，跨周 K 棒，我们往下来看哈。所以江好。周 K 棒，你举了三档个股做例子，光学股你选了玉晶光、先进光跟联谊光。对，在光学股的部分，我觉得带头的是它。哦，大力光它是在神坛之上，那个是用来看的。大力光是神坛之上，啊、对，在操作的话，这个比较亲民了、啊、哈。对，但是看股票的时候，啊、郭明奇玩 gay 感戏哈，所以他也要好好证明一下他自己是对的。他那个是有故事的。来，我们在看 K 棒的时候，在看股票的时候，一般人会先从这里看，但是真的是看得很花。好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各位先从下面的 MACD 看，拜托哎，零轴以上的那个股票才值得去做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看一定是看 MACD， 好，再来 KD 再大概五十，最后才看到周 K 棒的部分。啊，这周 K 在周 K 棒的部分，你就不会每天哇那七上八下的。好，那你画了一个下降趋势线，对不对？它要能够突破，是不是？对，下降趋势线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一路的跌下来，到底那个空方的力道有没有被人家反制了？看它有没有去突破，重点是玉晶光在突破之前还出现那个峰高加底底高标准的多头形态，之后才去做一个突破，这一档好好的去盯着它。好，盯着它。来，先进光呢？来，先进光的话就是买不起大力光的，或是说觉得先进光比较便宜的，它是在做车用的一个部分。同样的，先看一下 MACD 是不是大于零，是 KD 是不是在五十以上？各位，安内有睡不？所以这种股票，你如果、这个比玉晶光较俗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、所以你如果知道这种的话，那我觉得长期的去盯着它，你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。那最后呢，如果说光学镜头都有肉可以吃的话，那它的上游哦，就是它上游的这个毛坯的，那就是在联谊光的部分。对，联谊光的部分，赶快 MACD 先看大于零 ，KD 大于五十，最后你看它是不是已经突破下降压力线，好好的盯着它，好好的去做操作。但这个会不会涨太多了？联谊光没有错，所以在看内。在看周线的部分，就是让我们心里面抵住哦，它到底可不可以再去做一个进场？像今天它盘中是不是有跳水？但是你直接仔细去看，它压回来是不是刚好压到那个日 K 的？所以这样的个股盘中压回来，那华裔那边欢乐的对啊啦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再往下来看，那网通呢？网通也是这个波段的强势族群啊。好，同样的网通的部分，我觉得低档一定是看它，它是一个指标股哦。那看的地方一样 ，MACD 大于零 ，KD 大于五十。再来的部分你会找不到下降切线，因为它已经很强了。嗯，它强是强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叫做上升直角三角形。它如果说今天压回来，接下来有办法再重新突破的时候，勇敢的做下去。那我们的买点是它压回再上去的突破的这个点来买吗？对，突破的那个点、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日 K 棒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神准的日 K 棒。来，日 K 棒的部分下面放成交量。好，下面放量。好。那日 K 棒的部分，我们先不要看它，先看这一根，这一根是不是爆出大量？这一根哈。对，那爆出大量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上个礼拜五了。对，在这个地方这一根是不是表示有很多人看空，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多？那怎么办？多空交战。对，阿伯来九叔嘛，所以才会有那个成交量出来。不会嘛哈？对，所以这一根 K 棒就是一个非常关键。如果说这一根 K 棒的低点可以守住的时候，那表示多方是胜的。好，所以守住礼拜五的低点就可以进场。好，这是神准。我们再回到功课来看，那升达科呢？好，升达科的话，这个低轨卫星，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实现它的利多，所以这个题材只要有人炒，还是有机会的。MACD 是大于零 ，KD 是大于五十，再来你看
这个是属于下降切线哦，下降切线之外，它下面还有一条，这个叫做下降楔形。下降楔形如果让它成型的时候，这个上面的一个目标是非常大的，好好的去做一个把握。好，台阳呢？好，最后一档就是台阳，很多人会去看这一家公司，因为它是鸿海集团的。但是这一家公司很奇怪，你去做它的时候会觉得，哎、欸，啊，就拍走，就拍走呀。可是当你放弃它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突然又给你一个涨停板。所以你先看一下它 MACD 有没有大于零，没有。它的 KD 有没有大于50？啊，那嘛没有。啊，它是在涨什么意思？涨它才刚刚突破这个下降切线。这种股票要去操作可以，但是卡丘白卡紧呢？卡丘白紧。好，我们。